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黑黑手要干什么吗？你们一定不知道的。上次我们做的锅盖，有没有？你请啊，踢到我，这是会踢到我才告诉你们，我戴这个黑黑手要干嘛吗？你在耶，踢到是不是会流血？嘿，来回我的小刀刀，黑黑蛇上去就是我们踢到就不会流血了。这个东西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脚，第一点保护我们的脚，第二点车子过来，摩托车过来，脚踏车过来，轮胎不会破掉。是我们这样把它装上去，这个尺寸把它剪一下，这样装上去有没有？就是在保护它的。看清楚了吗？啊，等一下我再拿浆糊。果啊！沙庙糕。我唔知耶。你唔知吼？系啊。沙庙果啊啦，一年啊细细管就足好用的啊。这三秒钟，啊，这我知啦。有看到吗？这你就知了嘛。啊，改加开哦。啊，等下倒一个嘿，要搁改吹一个哦。对哦。它才会干。哦，呵，你做这足辛苦的无？凉凉啊啦！你拢穿脚卡，穿脚卡，你才知影讲这踢到会安怎，袂安怎？哦，安尼。啊，你无实际去操作，怎么会知道？你穿鞋踢到穿脚卡，踢到无同啊！你穿鞋就免过这个保护啊。有时候咱身躯洗洗出来运动，有滴痛脚卡嘛，踢啊踢，袂流血呢。安尼踢你看袂疼呢，小黑黑蛇。啊，边啊，你无用啊！我带一个来量尺寸，只在这里。分工笑的有字的啊，进展这拢哪有字的吼？加加落啊，加加落啊，巴肚个流落，沙蛇一样，你看。大囡仔拍大蛇，大你就拍哦。乌白教做工过，你教人抬蛇。啊，你的实力控咧？三秒教了，穿上去了，就很好用哦。第一点啦，囡仔直接咧耍佚佗嘛，袂去擦到啦，保护着囡仔啦吼，佮保护着车啦，无车啦破一点去补爱偌济哈。唔知，两百下喎，头家。三百到五百。你看安尼才开一几百块尔，佮赚三百五百呢。因若破一点迄个，惊袂破。三百到五百，迄车还是机车？分工，米其林的，米其林的可能较贵哦。袂使，咱嘛袂使做了伤好啦，无迄保暖的无工过啥做啊呢？留一寡互人赚呢。无我做了生意，保暖的唔知怨叹我无。为什么要加掉？这样才会有角度啊，这样是比较漂亮吗？有。哦，啊先贴上去，等一下我们再连啦哈。再量一下好不好？他拄仔讲进宅，即个添钉啦，上好啦，北内嘛爱穿哦嘿，用再把它掀开哈，穿衫起哩，来，你改，佮改手一日就好，照顾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三秒加边拢讲，三秒加哦。我嘛唔。要问阮老师好不？林老师以上。哦，阮老师今麦唔知佮有得哩无？哎呀，三月。唔安尼讲啦，一句拢无连，拢我连你讲嘛是会安尼想咩？角度中再把它连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们这里是特别翘翘起来啦，比较耐久。落雨无嘛，佮会防水，比较不会渗透。家来要用嘛是足简单的啦。跟观众朋友说，一个锅盖已完成了。右金再次感谢大家的，下次有机会右金再为你们服务。如果喜欢右金修缮工程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开启小铃铛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哦，拜拜。